啊，你敢是？不是啦，哈。先例，先例。那么变顺合，用合的，合过来，合的，用合的。对，就是这样。啊，稍微到位，稍微沉一下。哎，对，啊，再来，再一次啊。什么移？移过去，重心要分明，重心不分明。区间道，区间道要分明。你看，看他有没有区间道啊？这样走，是这样。这样就没有区间道了。这个蛋挞是这样，区间道嘛，啊啊。好，区间道，看似平的，其实不是平，还是区间道，还是一点区间道，区一点的。先说，先蛋的慢先，我一直讲，先那个要转弯的时候，你先卡在那个地方，啊，仔细再停一下，啊。下去要改变下去要教我也我也沉下去哎这样对吗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他往这边一点点这是到 最后的第二动作动作啊好来过来好你先准备一点点一点对有没有感应有没有一个升一个降的感觉你这个好像升他没有完但要刚好接一个降这个要把它降下来的主题的感觉它并未还没有走是停留在一个分解的一个架构的动作好吗好好两条终于被铁明压意思了两条我要降就是要现在刚才是不是升啊现在就是那个降升啊你往后看走不靠你往后控制一下然后就是这个意思哦啊注意它的提水这个水当中有装水水桶嘛对不对我这个水桶当中是不会把那个水桶的水哈溢出去就要保存它这样速度如何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个要领它就会随这个动作不会快那一桶水不用不能掐倒啊慢慢对掐倒不管去或回都是一样哦先又要对 这是你这个你就是要听那个节奏你看啊、哦、我现在转什么腰右腰、啊、右腰嘛你看右腰啊我刚转了没有没有、啊、对嘛好吧待会晚上对不对我就磨过来嘛你要学那里空间这个角度你要填嘛填嘛好不好这个扶着后啊我还得过个区间道，好吧？注意听咱的空间的，你那练过前几动都是升降，咱的升降都是深细的空间，跟你的脊椎的升降，跟你的土的升降。你昨天说单它是一个方向的改变，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细微的单的方向的改变？看到没有？那么配合你的脊椎，它的升降一点点而已，那是能量哦。好，你要仔细听它的脊椎跟你的单的呼应，跟那个呼应。有了，再走，哎，不要走，先有合劲再走，没有合劲就不要走。合劲就是极暗、绿红的感觉。有了就有靠的感觉把它相对多出来了、啊、对这样听哎少一个旋转嘛哈回来到位就是微微旋转下这个很细嘛说这个右边这个要稍微往下一点先等待啊这样了嘛对不对到时候你没有沉的时候我就起来你看这样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他刚才要上来的时候准备要这个阿伯要准备要这个要准备他这个要沉嘛刚才要平的时候你看啊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刚才要平的时候那个时间他要升准备就要降的时机就是稍要进来我跟就要出去就是那个时机你
抓了空气是烧进来，对不对？我打了是跟出去，对不对？啊，你麦克上面会一样道理啊。啊，我接到烧跟就出去。哎，等一下要起来嘞，接到烧跟上来，准备我坐下去。有一个角度，一个箱子，怎么样？好了哈、哦。对，那么不要撑死。你起码有几个动作，但是不能撑死。刚才动作是这样的，像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哈，对。这个是完全合的这样。刚才所以要是给你这个行为是这样，但是行为这个角度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小，是这样的，棒，是这样的。而被这个翻过来就是这样嘛。那么围坐是这样嘛，好吧？围坐一点啊，这样。松肩沉坐，松肩沉坐，眼睛看这个方向，轻微一点，轻微一点。手前划龙掌，不要马上这样。啊，啊。那是不能讲哦。讲他是微微。那么这个不是是负的，它是微微稍微一个轻微的。对，这样没有。我以为，没有，这样挺前了，这叫起脚了哈，它一起脚，对，对，好，你起码我来讲下来，你腰稍微向右转一下，对，还有右脚吧，我来讲一清楚哦。啊，你要是到我就空了好了，你用脚就空，空也没有转腰多停一下。那你看这个空着，看到接不到这个身的动作，看到接了。其他无人，你起码确定是要降嘛，真的很好。因为这段时间他要这样起来，是不是？我这样有一个转向，有没有？好，降，这样是不是升啊？我转一个思维，等一下，我不能在我升了已经到了，对不对？我准备要怎样？降了，降高阶的动作，是吧？降的时候，那是一个运动，要准备要转的。升之后，我要运动之前的降，先等待它再下来。这个我说完了哈，在那个启示也是有这样的哦。启示哦，啊，比如假设，不能说这样，直升直下，直升直下，这样怎么说的啊？比如假设，我这个手快达到这个肩平的时候，这个嘞就要准备什么？降啊，懂了？啊，意思有没有一样？就是这样，这样就走，这也还是一个停顿，懂吧？刚才一种，就是他的升降要把他这样的循环，不能这样同升同降，列单，单不能你的外形同升同降，同升同降了就会怎样丢了，他会像绳子丢出去嘛。不是的，就刚才你们的姿势一样啊，我已经摆这里。跟我坐来，这样吧哈。他这个图就是我要降，是不是跟他一降了，对不对？跟他降了，对不对？这样吧哈。啊，我今晚今天起明星，好吧？啊，我今天我们降滑。嗯嗯。这个图是降，准备硬降一点点啊，好吧？准备准备降，啊，今天有星条不？有嘛？有条。嗯嗯。是一个卡一个，这个、一样。刚才我说了，这个是闸，这个平面是这个空，这个是球，完了吧？当然了吧？我告诉你这意思嘛，啊，卡住，啊你是你那好杠没有杠，你握了球，然后握着，你空间有没有这样？哎呦，你别破掉啊！你虽然我说了一遍它是真实的，这个好像在那球也囧，啊这个一个我明白了。这是外空，家里是外空，啊，这是你的心脏，你看，怎么样？还有我讲的不？这个是不是降？这有升吗？对吧？有了哈，这边听见了不？哦，来，你上了哦，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先把咱这边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来嘛，好，这个就是你的口干的胸部，这个就是你的大腿，看到？啊，你这边的，你看。
讲伊伊蛮无好，即学生你也无学生袂当做嘛。当这样，啊，你的提升哦，蛮好哈，对，就这样。然后那个，来，来讲我这，哎，韩剧，韩剧较韩的，讲的吼，比较韩的，好未？好啊。好，韩剧韩好啊，吼，我来迄迄个图，这边是要这样。感觉在看到这个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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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就是没有随心相应，阿条，我故意啊，你跟我后生啊，阿条，你是要听到位，但是过程没有做好啊，阿条，你只是听到位啊，但是过程没有做好啊，阿条你说，花钱花不值，啊，听好吧，你要过程要含蓄好了，再走一样，到位还是一样的，再动，再定的都是一样，你现在。这个准备要走了，是不是要韩剧？韩剧也是前进动力有的嘛，一样道理嘛。好，来走，走，刚好专注，听吗？啊，多训练嘛，所以快比赛后谁？那你要训练，他就要学习，他学我。那么做到，拿到那个什么桥长变化，你不能一直都开呀、啊，开就撞破了嘛。你要进来就是说，再来到位就开嘛。到位的时候，到位的时候是开还是合？到位的时候，我要走下一个动作，是不是开？啊，这样嘞，是啥？收嘛，对嘛？你不能开呀、啊。动作一个收一个开，要走的收，再来开，啊，到位了才算数。啊，要走啦，收再开，怎么样？这是吸和松开口啦。你不能都是松，啊也不能都是跑，不能打，他完全都在内也不能打，懂吗？这样就丢掉也照顾我了。还能够听好吧？到位，就是内虚外启动，就是内外虚，但是过程不能一下子就抛开，你要随着它的渐层的消长变化。虽然看的是这样说，但是他还是感觉。动作还是很长，啊，看，动作还是很长啊、哦，因为我拉住了，这个时间，就是内虚外实的，对不对？我开了，我进来变成慢慢，这个空间就是变成什么？外空间变虚，内空间变实了。你看慢慢，它这样变，慢慢变，但也不说外空间变虚了，它说弱掉了，也不是这样，它里面还像气球，它笼罩，还有呼应往外的感觉。是你这个时间，它是要往内，往内到空间外面的，还是有存在，存在是比较弱，但是还是有能量。但是如果往外了，内的空间还是存在。就是到位阴阳的分辨比较多，对不对？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哈，50/50，阴阳对不对？等到它走一半的时候，就是25/25，25比。比如50+50是100了，那么我要改变的思维的时候，一半的一半的时候，比如说25，它会涨多少，这边会涨多少？啊，对，就是这样吧。啊，它有没有漏掉？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啊，到位又变得阴阳又平衡了。啊，对，好像你要就有啊，你要刚才我这样变的哈，你要走进去了，你看外它也不是漏掉，慢慢收紧。哎，等到外出去的告诉你，有没有？好，再收再放，收再放。啊，这个时机就是这个时机刚好挂在这里哈，没错。收放，撑住好，对不对？收这时间放。这行收放，这行收放，放松。这个
它里面就有收放收放，不把它搅死。那出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哦，它是松掉的，松掉的，不是把它撑住的。你合起的时候它是紧，打的时候是松，不是紧哦。三条，就是在这个规律哈，比如说五，三条哈，收回来，紧，松掉，三条，哦，是紧，颠倒了哈。比如说，我这边吸了，松了哈，打的是紧，啊，那个比赛，嗯，对啊，对，不是哦，啊，你往胖对吧？哎，就是要这样，挺好。它里面有一个转换空间，它这边也是有松，不是我这边在攻吸和松开口，先暂时按下，啊，看到你不要把它搞混了，啊，假设我这边是捧还是收这样的动作，比如假设这样行吗？捧吧，捧捧，收嘛哈，哎收，这个嘞，捧它蓄劲，捧蓄劲，捧蓄劲，打了松掉。哦，刚才一手，阿丽娜打了我松掉，试看看好了，这两个比例就好了。点一指啊，阿勇啊，一指啊。我喜欢那种，这样才能松火弹抖。阿丽娜松火弹抖吧。呜、好，收进去，到时候这样握的时候捧，捧它是含蓄劲，它相对的，打了就散掉。掉了，那就吃啊，那个，看不了。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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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候就是收，不是，正常弄完你了，正常弄完你了，好听了啊，是吧？收，这是不是收？你不能收到到底哦，看你啊，好，收，收的时候你给他加一个，就是捧劲，捧劲，捧劲，但是内在是蓄劲，内在是蓄劲，形是捧劲了。内在是蓄劲了，知道吧？我再拆开分开说了哈。你拉弓劲的时候是蓄劲还是怎样？蓄劲嘛，这是行为嘛哈。但是你到位了，我这说了 对，你心微微是捧劲，捧劲的时候，你这个我放掉，看到没就不管它，不要再捧劲，就是速度跟发出的时间刚好对拉。啊，你捧劲了。它不能松，对的，僵死了，安条。这时候是吸和松，是开孔，就是开孔，开孔是开孔。阿力，你内是蓄劲，安条。阿力打出去的是什么？吸和松。你是呼气的，但是松掉，人是松掉的，松掉。阿力把它绷死看看。出去是开孔的，怎样？